真的是让人不想亲近的类型。不觉得房东太太是很啰嗦的类型吗？不知道是谁家的媳妇儿。不对盘，不对盘，跟那位大神任何事都不对盘。我要找我的亲生父母。只要你的母亲不是那种大神就好。真的，我还蛮怕那个大神的。发誓这辈子绝不侍奉公婆的允熙，却命中注定当了未来婆家的房客，一场婆媳大战就此展开。12月14日起晚间8点，我来戏剧台《小媳妇女王》。